样。出来逛街，小美女。咋的啦？买了一盒面膜，还吃点饭。川香四溢，就在这儿吃吧，麻辣烫。笨蛋！哎妈呀，我也加不上来了。对，培根。烫吗？就在这儿吃吧，有点辣是不是？有点烫是不是？嗯。你吃面条吗？我不，你先吃吧。行。妈呀！好大呀！嗯，一看就大。嗯，好大的银耳！哇，确实挺大。嗯。你尝过我的吗？嗯。有点烫，有点烫。哎，要换桌子。你吃虾饼吗？对。不来，我酸菜。我吃虾饼。行。酸菜咋了？你吃一块这个肉，鸭肉，嗯，不要吗？那你自己夹，嗯，这培根给你，嗯，来，我不要这个，嗯，来走，吃吧。有点发白，嗯，他怎么吃？烫呀！放血了你，还吃饭吗？给你喝口。你那什么，拿一份啊，那你拿来给他拿个碗上吃。这还有个韭菜馅儿，韭菜馅儿。嗯，妈妈，一会儿老姨再给你拿一点点。漏了，妈。